清晨五点半，这座小组带着摄影机去捕捉游泳赛事的历史，而且是全校唯一一处完全利用的道来运送游泳广场。我来西的话，我一路听到的还当然有心脏的这种叫我讲可以写吧，这样能够我做啥吧，人家能够这样做更精致精致的前面后面呢靠人家的这样的时装今晚就这样中空而拆空拆空了我老是拿个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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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现今的新品制品号原来不属于海洋公司，去年的产量只有6000吨，而在民国63年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也是台湾煤矿最兴盛的时候，新品系煤矿每天可以开采500到1000大车煤矿。而30年前，海洋公司架设这条煤矿铁路，可以早于台湾铁路实际建立技术，使用电车做运输工具。更特别是，它的轨距只有50公里，来不及正常轨距的一半。再加上沿途林立180公里的电线，以及天空碰触空中电线的正极和衔接轨道的负极来发动火车，造成行驶中可能风貌。这也难怪令许多人不远千里而来看旧景。第一次来到这里，很惊讶，就是这里在30年居然有这样的这么小的铁道，然后有这样一个电线在这边，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就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一个小山沟，居然有这种电气化的铁道，然后它又是那种离你又没什么距离，这样可能随时有出现的地方，对吧？我记得好像是民国79年的暑假，第一次看到。那当然，那一天我来的时候，飞机火车没有来到，大家都很惊讶这种，因为当时还有最新的电联车，就是300，正是火车你们风靡的时候，然后最高时速据说可以跑到130。可是我们看到那个火车很快，它的轨距大概不到50公分，然后还是用电力。据我所知，就是看到这个铁路啊，也是觉得说，在台湾这样子的跟矿场有关的东西，实在是非常难得。我是先从日本的铁道车站看到说，他们叫这个火车叫做福原小镇，然后我之后看到这个矿场，看到它的时候，本身也是蛮惊讶的，因为看它这样从面前这样走过来，一个眼睛，然后屁股左放右放，然后上面直接勾上右。有那种不时有那种闪光出现，然后脚底下那两个轮子也飘飘的，就是说明明这两个活的小鬼从远方这样走过来，然后他有时快有时慢，然后这样走到你面前，就觉得在这个山里面，这样好像是一种山。